叠一球，叠两球，叠三球，叠四球，叠五球，叠六球，然后倒掉。好玩，好玩。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的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我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哦。欸，不是欸，一上来这些人口袋手根本不适合打双边欸，这些人口袋池又在给他磕怕的，大家都在普隆德拉，确实。欸，不得不说欸，普隆德拉那一家公司的游戏我是没玩过，但这一款的 RO 是真的有在佛欸，是真他妈佛的那一种，不得不讲，很深得玩家心声哦。个人是觉得这家公司蛮厉害的。蛮嘎一的，而且他还可以氪家领红包，慢慢把那个点数拿起来，就算没有氪金也可以拿点数。我现在氪那个捡红包捡得不爽，刚好捡到一包。小田龙在家鱼住存哦，哈，还要自己编三井兽，看对面这么疯哦。看，我是不相信你会突然他妈亮一个什么代名的啦！这个场应该除了我以外，没有人会代名才对。没这么狠吧？哦，进阶鲁卡哇！这个场应该除了我以外，没有人会代名才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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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为什么是慢投啊？靠腰啊！他说得手哎、欸，这个 PS 无法在144都落在130到160，没差吧？够用了吧？144，除非你是上帝啊，不然差不了太多。有啊，三个人在跳是怎样啊？这个人是怎样在最好的位置给他乱跳一通、欸？好狠哦！哇，这赤木刚宪有点东西啊，嘿。好玩，好玩！哎，一个猫一个猫，好狠！哎，输这么多，啊！这两个巨星是有在巨星的哦，喝剩哦！啊，要接球哎、欸，不能这样玩、欸。哥哥，手举起来、欸！你手要会举哎、欸，这个鱼猪一直跑出来跳我，你还不举手、喔？不能这样玩游戏耶！那不能这样会举耶、欸！但我真的觉得我单排藤真不舒服，但是在队友他妈的在搞耍、欸。玩一些藤真可以搭的角色，但却不打。这些人很欠操。有喽！开始挖，开始挖，开始挖。冒。准备帮你捡的时候，哦，我直接写电风机机关囊，
哐！哇哇哇！打倒了，哇塞！这就是进阶后的流川枫吗？哎，这小田有意思，他会冒，管你俩疯狗了，他，这观念还行哎，居然知道这招。完了，我不在里面，居然有人冒得到，我操！有喽，想猜树头，小田，脏到你心态了。哇哇哇哇啊！没进，没撞停到了，踩得不够刁钻呢。天才，骗到你喽！哇！Titan 真的叠超能力好没那么强，我记得最早的能力是，他那个开光后的叠超是有点东西的，现在没那么好叠，那个鱼叔太想冒了，很疯，把他也干出来，好球，十大好球。这传慢了一拍啊，暂停。有料。好球，好球了。可是这个。叠一球，叠两球，叠三球，叠四球，叠五球，叠六球，然后倒掉。好玩，好玩。进，妈，完了。19分比20分，这边看也是要张一球补头了，接下来就没得进了，这边看能不能撞点到流川枫一球，就是现在，欸，居然开到了，什么意思？哎，还被抄了，哥，三分球。这边看起来是要结束 USD 了，继续思密达。